我们恒春半岛哈，热量真的是与日俱增呐，多多两倍。你需要那个加贵啊？这样子保持激动，就是我在用的。实际上有时候有点抵触了，是哪边要收一个钟头嘛，要把结束掉。讲话差不多大概两个礼拜或是三个礼拜来收，是有我下班同他们经过，我都会看一下，管制他的量，赶那个他们农会五点钟之前下班，有限的时间哦。 做最有效的运用了，这个除了两个礼拜吼，那个量就很可观。特别来昨天要收的，旺季，很多我把它打好班，一般的凡夫也心态，我要来歇困啊，对不对？我要来做这，我动不起来啊，这个每天都在考验的，没有维持那个训练哦，已经的水平哦，很容易断掉。没有患得患失，对不？无所求，是不是？这个最富有的。好酸好水啊，虽然回收吼，时间你过头时间。 足紧的，你若讲时间无控制，讲做过头，啊，加再文书册出来斗经，要支持，要无吼，再度意见，没办法接受了，啊，要轮班啊，啊，要回收，啊，要当啊，要筛，希望讲退休了，从容放空，回收也参与，生活化，啊，我们搁再为了这代志，因过来的去完热心，啊，好好来回归社会，我希望讲有毅力就不怕压力。